来我们的John阿伯，感恩感谢，谢谢我们的飞鹰大乐队老师。词内容非常有它的意思，是是是，意境在哈，对对对，而且那个我们这个母亲节也刚过了哈，对，这个爸爸节要来了，对，所以最近大家都在过这个双亲节啦，真的，祝我们所有的爸爸妈妈身体健康、平安、快乐，对，我们现场也是很多的伟大的爸爸妈妈。